今天台上台湾人沉默的反射，将我回答几十万，我称为各位先生们，我是民国五十九年退伍下来，退伍下来我只拿到400块钱，我等下看大门，等下扫地，先赚几个钱来拜绍兴南街。因为是为什么要拜绍兴南街呢？人家讲，又为什么不去拜公墓呢？我没有钱嘛，我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今天绍兴南街，我是将钱买的，我不是个霸占人。在一个那来讲，绍兴南街几十年了，你为什么不用啊？啊，我等你台长，你为什么不用啊？六十几年，就坚决不用，那就离开台湾的国家。我们可以向国家租，或者是向国家怎么样？我们可以跟我们向国家了。你现在还要告我，我为了什么法？我犯了什么法？啊！我从十几岁出来替国家，我到云南回家的时候，身体也疼痛了，我不是人家的呀。为什么今天你还要这样子逼我？那你既然你今天要这样子逼我，逼死我啊！你逼死我，我今天受不了呀！我是在光荣啊！为什么？共产党都没打死过啊！那都台大把我打死了。我不是光荣吗？对不对？因为你为什么今天要这样子？啊，你的学历这样高，你地位这样高，你今天为什么不出来？你出来跟我两个讲话。今天讲，我今天80多岁了，我怕什么？啊，你为什么校长为什么不出来吗？请校长出来跟我讲话。我们今天，你是说我们鼓励的，哎呀，对不对？我们绍兴南村住了几十年了，住了50年了，我们不应该呀！啊，我家的土地，我们不能住啊！你太大就不能住，我们就不能住，啊，是什么道理呀、啊？我今天也不说说我激动，我实在是想不过去，为什么今天你就这样子呢？大呀，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行为？请各位警察先生，请你们啊，包括对着你那个小张讲，叫他出来跟我两个讲话。你今天不能出来，我今天就出去了。好官自为之，做个大校长。
乐 Anniversary ritual is over ShouXing South Village Protest March is also starting wi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black t-shirt, black clothes together. And other social group united, standing solidarity, and also protest stop. And reporters too. Now you can see the coffin is rising high in front of the march. Setting up the traffic to open one lane for the student to pass by. Okay.
let's take a